A senior U.S. official said today, there's absolutely no reason for China to use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s visit to the U.S. this week as a pretext to overreact. The same official also said that Tsai's trip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decades of practice. Does the Chinese side have any comment on this matter?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中方已经多次就蔡英文过境窜美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过去的错误不能为今天的错误开脱，犯错次数的叠加不能提供任何合法性。台湾当局领导人赴美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扬台独是真，不是中方过度反应。 而是美方一味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性质恶劣。制造问题、挑起事端的不是中方，而是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做破坏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危险行径。中方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华社3月29日，也就是今天，发布了美国在国内国际上实施任意拘押的事实真相报告。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新华社发布的这份报告值得一读，因为它去伪存真，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剥去了美国在任意拘押问题上的伪装，揭开了美国在国际、国内大肆任意拘押的事实真相。任意拘押是指个人未经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法律保护，而被一国政府逮捕和拘留。 或者个人在没有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拘留，其实质是非法拘押。免于任意拘押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一项个人基本权利，也是国际人权条约中的重要规定。但来自世界各地和美国国内的事实证明，美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国和最早通过国际人权条约的国家之一。 罔顾国内法律规定和国际条约义务，任意实施拘押对有关人员造成严重的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新华社发布的这份报告充分揭露了美国大搞任意拘押并政治操弄任意拘押的斑斑劣迹，深入分析其背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顾忌和暴力主义政治文化。报告显示，美国一方面毫无依据地指责别国任意拘押。 另一方面，却对本国监狱里司空惯见的酷刑、虐待绝口不提，不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投入美国在全球各地的黑监狱，这已经成为美国践踏法治、侵犯人权的象征。这份报告戳穿了美国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昭告世人美国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帝国，也是当今世界上践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 我们奉劝美方正视并反省自身严重的民主劣迹和人权问题，彻底摒弃将民主、人权问题政治化的行径，停止打着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停止侵害各国人民的人权。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28号审定通过一批小学教科书，宣扬日方单方面领土主张，淡化和歪曲日本强征和奴役劳工的历史事实，掩盖其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的暴行。 韩国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在教科书审定上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模糊史实、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是日方否定和歪曲自身侵略历史的惯用伎俩。中方对日方通过审定教科书在历史、领土问题上搞小动作的行径，同样抱有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受害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在教科书上写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中方敦促日方重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以正确史观教育下一代，以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我们注意到这几天有很多的外国企业高管来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受到了中国政府、企业还有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很多网友就说，外国企业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跟TikTok 等企业在美国受到的围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正如你所说，近日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很受关注，习近平主席向年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论坛的高度重视。李强总理同出席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丁薛祥副总理出席了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外嘉宾围绕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增进共识，共谋发展。年会释放了一系列积极信号，一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将继续为世界经济提供动力和确定性；二是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三是中国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将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本届年会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合作，期待最高的是共赢。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促进复苏需要共识与合作，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续写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你提到近期有关企业在美国遭遇的不公正的待遇，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